360又搞事情，他们刚刚发布了一款新的相机，就这个装在像苹果 AirPods 充电盒里的小玩意儿，它居然是一款能防抖防破键的迷你相机。相机不使用时就像 AirPods 一样放在充电盒里充电，看到想拍的内容咱们可以手持拍，挂在脖子上拍，夹在帽子上拍，固定在车上拍。我最喜欢把拇指相机挂在胸前当配饰，当看到想拍的内容直接把它取下来，按下拍摄键就开始拍，拍摄15秒钟以后它会自动关机，这个拍摄的长度可以在 APP 里自己设置。Insta360 Go 的剪辑功能呢也特别有意思，把 1080p 的素材导入到 APP 以后，选择一个酷炫的模板，软件可以智能的帮你剪辑，咱们来看一下剪辑以后的效果。